方婷姐，总监安怎讲？这个时段本来就是内定要给我播报，朱晴天伊只是来甲休对白做根本的，对无？总监对我推荐的人选真满意。学妹，从今日开始，咱就是同事啊，恭喜你！请多多指教。这无公平！明明我拄才的播报实力袂输乎朱晴天，谁在这个时段会换做是伊？我要讲很清楚呢，这个时段原本就是我的，是我愿意提落来推荐晴天的。总监当然要尊重我的意见啊。安尼，你有啥物问题吗？所以，朱晴天才是内定人选。无嘞，家己人就是爱听家己人啊。廖萌子，你拢听到啊？我学姐，学姐叫她这么亲。就表示我跟学姐的关系很好耶，那这样你应该就要有自知之明啊。方婷姐，你以前都看实力，你最讨厌那种靠关系的空降部队，现在你煞用你个人的关系让朱晴天入来，敢说你就是要为着把我压落底？你这话敢会说到太过难听？嫁头前本来就是说实力的，所以我才会找晴天过来。而且晴天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，也有领过大奖，实力是大家都看得到的。你呢？你有啥？说到领奖，我也有啊。哦，你是说那个非官方的民间活动根本就没人知道那个，结果本你的福气传出评审被收买的丑闻，哪有跟同人知道？你确定你要拿这件事出来说？那都是误会，我根本好，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阁叫我来试播？竞争嘛，总是爱找一个配角来做垫脚石，安尼才会当衬托出晴天的优秀啊。安徽是爱有车票来用的。方婷姐，想袂到我拄只讲的话，拢予这个吴阿明听到啊，颠倒予伊摕来搞我个。你是笑啥？笑啥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阁有一挂代志要处理。既然你甲廖萌芝是老朋友啊，安尼就予伊带你去熟悉环境。嗯，无问题。我早就听过你足济阿爸的代志啊，所以我一毕业。我就等妹夫想要回来台湾，甲你拼一下。我今仔日会当徛伫个遮，也是本地的福气。你给我点起！是吧？给我放手！啊！歹势啦，朱晴天，你别输小鬼哦！小鬼的人是你。你会当打伫个别人身躯顶，别人却袂当甲你打。凭你，凭你这花瓶，你才是一个泡过咸水的大花瓶。你不但是花瓶，阁是扫把星。当年我一定为着要听你，大位老尾顶杀落去。哼，结果嘞，我大难不死，伊给我过一个。现在还在龙安来吃免治包。这五年来，我不只在国外很会读书，还很努力在练身体啊，也不用五年了。之前你跟许世伟是怎样摆在我手头的？你敢拢袂记着？朱晴天，你若是敢伤害到我，你就该死啊！我的肉骨绝对袂放你煞。你想我想要来聊？你最好就是这样过日子，让别人知道你也是怕见笑的。
安尼对你较好。苏晴天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店长，拄则阮哦已经将迄封 email 互你看过啊。这寄回人应该是你，无唔对吼？这确实是用我账号寄出去的。店长，请你给我一个解释啊！是安怎你会寄予阮后生伊林的相关资料？敢讲伊人即马等于用乖？无错啦，我伊林即马是阮监狱的受刑人啦。真正够活嘞！我的后生真正够活嘞！因就是我的亲生爸爸，还佮我讲，这是依林用我的信箱寄的。你是讲是依林家己寄配给阮的？无唔对啦，受刑人呢，拢以伊的专长去分配劳务啊。依林呢，这人呢，头壳巧，佮够用电脑。兄弟咧，咧一家时阵，佫取了大学文凭啦，所以啊，我互伊负责处理这个行政业务啦。啊，伊有先甲我问过，要借用我的信箱，我嘛同意啊。是讲伊林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敢讲伊想要互阮知影伊人伫咧遮，想叫阮来找伊？一个囡仔哦。确实无简单啊！小小的年纪，就用予第一站这尔器重伊呢？嘿，伊若是用个当来母家接班哦，绝对会用予咱五三集团创造搁较大利啊！爸，你想太远啊啦！即马上要紧的哦，是予咱想办法，赶紧予依林出来，带伊当去连锁归宗才对啊！也毋过依林会伫外面流浪遐尼久，我即个做阿公的。总是要讨一下公道嘞，真好。你是不是替我约陈忠诚甲万条万？我要甲应该请的少做一摆总请。是。林相，想要替我解释这代志？我完全三无清楚你在讲啥，陈良贤，我看啊，是你有话要讲啦。当初你用遐济气力，要抵汪友芳甲汪依林的性命嘞，这敢有啥好提醒？范大，即摆麻烦你，我解释你甲这个屎是啥物关系啊？啊是讲哦，要规个解释较清楚，这杯茶应该也无够你润喉嘞。三是啥？你甲我讲清楚。心态，我是你师大，你这是啥物代志？你甲当初的代志讲清楚。你的师到底是啥物人？伊是安怎要伤害尤芳甲依林？这代志足简单个啊！黄依林因母仔囝若是无出代志，万当会变啊家己查某囝嫁过恁母家。恁这条名门联姻哪会成？黄玉芳伊当初囡仔生来无偌久，伊就发生意外啊。啊，不过这个囡仔伊福大命大，伊有一个有情有义的阿姑啊，该收留该照顾大。重点是伫个五年前啊，因阁有找到啊，阁要人带去看风水啊。伊当初是我身躯爆炸弹，我甲万党个阻挡落来，把你个囡仔命救落来。尤芳真正是你害死，真正是你，我无动手。万当还哪需要动手？你都叫什么师，还是好的去动手就好啊！万朝爷，大家有这个代志，你跟我讲。好啦，万当哎。你就直接讲哦，你为着要甲你查某囝嫁过母家，所以你动手要甲汪玉芳、汪依林因害死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发达的家害死，家里有啥物事代？
啊，你伫遮嘀嘀嘟嘟，有啊无？一句话。你十多年前，咱两个伫边的年啊，敢唔够恁爸一直无要处理王有芳伊母仔的代志，我是会当怎？敢唔够爱我查某囝，当你是死人心？所以讲，就是你，甚至五年前，伊阁想要害死伊，今日我来跟你拼啊！志泰，今日我敢是要问清楚，唔是要来算账。我是你的丈夫，汪有德跟汪玉玲生下彩云的命，你现在算有着彩云人，要跟你的丈夫比拼死。对啦，牡丹，啊，那这个孙哦，是一定爱认的啦。啊，是讲哦，爱注意呢，你唔通你这个孙哦，行出龙潭，啊，佫走入去虎穴，啊，佫有为什么狮，也是虎啊，拆脚落巴，到时就真正空欢喜啊。嗯，恁也知影，伊人是熊啊，是虎啊，啊。但中生，多谢你提供遐尼侪线索给我。你给我的是饲料，还是毒？我家己会判断。